直击民进党办公室，所有人盯紧电脑，全神贯注。底色用米色的好还是绿的好呢？最后定稿账账。团结台湾，顾好未来，主轴直冲你眼前。一切为了17号民进党全代会。民进党拼全台胜选，动画特别做好动算版，随时暖场预备。而民进党更针对县市长参选人特别制作标语版动画，新北林佳龙抢先来个大翻新。 我的竞选口号定为新北大翻新，市民一起赢。这个从升格到升级，然后从在地到国际以外，也是一种翻身。 新北要翻新，同样是挑战者的林佳龙特地到台中跟蔡启昌同台。蔡启昌主视觉曝光，行动派说来就来。行动派是因为我选立委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工作者。未来我如果当市长，我一样用这样的行动。 来替市民解决问题。南投蔡培慧、曲协英会做事，屏东周春米同样粉色系喊出屏东向前，希望城市苗栗许定珍转亏为盈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转亏为盈，我就是希望能够在2年内来财政自主，不再说中央的控管。 花莲最新提名的Glass搭配最新定妆照，自信喊出荣耀花莲。我们当然不是二等公民，我们当然值得更好。我要让大家以身为以及成为花莲人为荣。 民进党年底选战前最重要一次气势团结场，前副总统陈建仁去年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全代会，县市长到议员参选人们全员到齐，宣告选战，民进党正式加足马力准备起跑。台电新闻庄廷豪、王子瑜、陈嘉文台北报道。